小琪澄清五年所有不实指控，对披麻蒙会教会基督超自然学校及宝林牧师毁谤抹黑之不实谣言。2024年9月7号，2018年到2024年，小琪见证，我所认识的宝林牧师并没有勉强过任何人奉献，包括我，还有包括我去当兵都是我自愿的。我自己跟家人脱离关系和宝林牧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我的爸爸和我妈妈，我16岁就要我打工赚钱养爸爸妈妈还有阿嬷舅舅，加上我三伯利用我的人头做7年补习班，一年大约赚500多万。国税局查完税，发现三伯漏缴了60几万的税，因为我做负责人，要我背这60几万的债。我的房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卖掉，因为我自己做披麻蒙灰，结果耶和华神帮我多卖了100万，是我本人答应神多卖的钱要奉献，因为本来就没有这笔钱。之后宝林牧师帮助我买到另外一间透天3层楼的店面，第26坪有建物和土地350万，加上装潢。这房子我已经持有快2年，宝林牧师帮助了我付我的生活费和去美国的费用和房子的钱。2年没有工作，都是基督超自然学校披麻蒙灰无条件供应我，因为我有帮学校做影片，不够的开支学校补助，我个人没有做到这么多。5次失业，5次牧师帮我找到工作，最高一个月领83000。但是后来我又出车祸赔掉20万，现在这份工作我考去当兵，32岁不可能进去，是神给我开门。最后一个月有宝林牧师帮助祷告，神迹出现了，这个工作给我，让我一个月还有3万，不过的地方也是学校帮忙付钱。据我所知，我的爸爸从我小时候就坐牢，没有养我，为了打官司还跟三伯借钱几百万打官司。现在我的家人要逼迫我不要当兵，回去给他们当人头，借我的信用跟负责人。三伯的女儿中间也是给他爸借人头，为了他女儿要去当公务员，所以用我的名字去换他女儿的名字当负责人。今天我是不要回去做人头，他们在外面放谣，乱放谣言。这件事情是我阿嬷和我说，他们恐吓要来调查爱我的牧师，他们不帮助我还要来恐吓牧师，威胁我，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断绝父母关系，以做抛弃继承。这都是我家族逼迫我的。9月3日，我有去看2次我母亲的灵堂，没有人在场顾，有照片为证，放带书影片。就有2个抵押权设定，一个是永丰是在107年的时候做的，金额是设定是700万。第二个抵押权也是永丰银行的设定。时间是在今年的11月9号办登记的，是金额是172万，总共就2个抵押权，就这样。廖伟所说的并不是全部的事实，案件都在陈浩华律师事务所备案。他所捐献的房子，据我本人所了解，宝林牧师并没有住，是他贷款了2胎以上，全额贷款完，房子已经抵押贷款没有价值了，他自行到潮州代书
事务所捐献一半给宝林牧师，有影片为证，我能证实他只是为了要教会养他，一个月薪资8万元，他自己说要离开教会的，自己要开创自己的生意。据我所知，他破产3次，都要牧师帮他解决债务。有一次赔了170万，这件事情在金山特会，他有在大家面前承认，最后牧师用钱帮他还掉。这件事金山特会有20几个人见证，有影片为证，请看连结。据我所知，廖伟这8年来自己在 FB 讲的见证，跟我认识他5年都是这样说的。他认识宝林牧师时候只有2000元，宝林牧师帮他成立公司，买过第一套房子400多万。店面在台南，一部新汽车，全新摩托车，第二栋全新店面，78坪，780万，一台新电脑，每个月必须开支8万。宝林牧师也因着耶和华神的祝福，供应他所有的开支。我和康小姐是见证人，因为我有在他的店门口卖泡沫红茶1个月。见证宝林牧师真的很照顾廖伟哥哥，你是不是交到坏朋友需要悔改？我们都等着你，有影片为证，请看连结。第5是我帮宝林牧师搬家，一共4层楼，我们从第4楼开始搬走。宝林牧师有要付租金给他，他不要，他还把钱退回来。之后他又叫警察把学校各个老牧师的书撤走。其目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要宝林牧师帮他无止境还债，用学校的名声要挟，扣住学校的网站和 FB。 但宝林牧师都原谅他，希望他归正，希望他能把学校的网站 FB YouTube 归还。有影片为证，请看连结。我自己赚的钱自己要奉献，跟和所有人没有关系。房子原本卖不掉，多100万本来就不可能是多的钱，也不是我的，是祷告神迹的钱。结果后来牧师还帮助辅导我赚了120万。2022年，宝林牧师的预言帮助下，用非常便宜价格买到透天的房子，有地有建物，3层楼和停车空间，350万。附上房子的照片。先知启示帮助预言下。直播薪水领到83000，同时有3份工作，律师楼做调解工作，卖房子公司做文书工作以及调解。卖房子的老板提供住宿和摩托车让我使用，及直播盲盒公司做直播卖衣服。本人我特别在此声明，因由廖哥和慧姐英姐事件让我很警醒，特别拍影片说明，避免将来有人来追溯这些奉献。外人请勿打扰宝林牧师，请勿乱说话，我要做有感恩的心的人。神给我的恩典这5年多过于这些，我这条命是宝林牧师和神保我活下来的，不然我的官司问题要被关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以及我在车祸的时候就死掉。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恩典让我活下来，我特别录影声明这件事。我自己出于自愿录影和自愿声明这件事，没有人强迫我，我还道歉神的钱，是我亏欠基督超自然学校的栽培。宝林牧师请了很多老师教导我电脑技能，以及买一台50000元的桌上型电脑，补助我18000元的一台笔记型电脑给我。
是我道歉基督超自然学校前，因为有房子，所以我现在身上已经没有现金存款。我欠学校太多太多，我欠下的多过于学校对我栽培。宝林牧师还付钱找很多老师让我学 AI Photoshop 软件架设。2023年1月26号，我出车祸后没办法工作。宝林牧师一个月给我42000的薪水，到2023年9月，神迹的血泪，耶稣的答案，主耶稣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一个不认识我的宝林牧师却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帮助。自己的家人是吸血鬼，每天把我当摇钱树。16岁开始打工赚钱，养爸爸，养妈妈，阿嬷，舅舅。我奉献给教会的钱，在这4年中，教会也帮助我生活费，是我欠教会，不是教会欠我。爸被关出来的时候还跟我要钱，我妈在我生日当天跟我爸拿我存的汇钱144400元跑了。我本人在西元2018年5月份认识宝林牧师，我非常感谢宝林牧师帮助我从渣男手中救出来，彻底离开这段感情。廖哥，我相信宝林牧师在我身上教我的和祝福我的，这我以下的见证，你的祝福和宝林牧师花费在你身上的时间是我的10倍，悔改吧。不要再做出伤害学校和宝林牧师的事情。宝林牧师对你的这么照顾，让你赚钱从身上只有2000元赚到一栋透天房子980万，当老板每个月收入8万。附上廖哥文字档的见证，廖哥你说的都不是事实，不要再做错了，这样毁害学校。我从来没有听过宝林牧师说过你的不是。宝林牧师说相信廖哥，你是被朋友带坏了，你或许有你的苦衷才会这样。廖哥不要再说谎，你这样子做真的让宝林牧师很伤心。廖哥不要再诋毁学校了，你讲的都是假的，不要再错下去。从我16岁半开始半工半读长大，我需要自己养自己和我的家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阿伯借我的人头开立补习班。阿伯说他的女儿的身份是警察，不能当补习班负责人。附上补习班转移文件证明，要他女儿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，请我借他人头和账户成立补习班负责人。我和我父母说不要，父母因为人情压力要答应。我是公职人员，我也不能给你们使用。一样，我和你女儿都是公职人员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叫我退？为了做你们的人头，还要告我60万。你们现在要我的房子卖掉给你们钱，是你们要抢夺我的财产。3年前，我爸爸妈和我妈妈离开时，还偷了我的汇钱144000，让我净身出户。我是靠着基督超自然学校宝林牧师帮助下，才有这栋26平地的房子，不然我被他们整成这样，早就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。我当时也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，他们也没帮助我，也不闻不问不管，打电话给我只会跟我要钱，这合理吗？而宝林牧师帮助我活到现在5年了，我好不容易现在稳定了，他们又来跟我要钱。要人头，要吸血，我颠倒是非。重点，廖伟和我的家族所说的一切，欺骗大众，就为了要勒索敲诈钱，让我们养他们社会人渣。2018年期间，因着宝林牧师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训练课程，得到了财富祝福。阿嬷给我10万元的。亲戚赠予我一台中古汽车，在宝林牧师的祷告之下，原本鼻梁长高，脸变漂亮变瘦。2018年，我和康小姐一起合作在廖伟家的1楼做泡沫红茶店，因为我的品格不好，他还计较钱。我做没多久，
多久我就离开饮料店。宝莲慕斯带我去高雄后火车站帮我选漂亮衣服。宝莲慕斯说我要学习化妆技巧，我希望可以嫁给好人家。宝莲慕斯说可以去相亲，在台北找了一间相亲，因为一开始太棒太丑，红娘和相亲对象都嫌弃我。之后哭着和宝莲慕斯说我被相亲对象嫌弃。宝莲慕斯说我要减肥，感谢神。做完宝莲慕斯的披麻蒙会认罪悔改进食祷告后，我的容貌变美变瘦。宝莲慕斯祷告后鼻梁长高，从原本的68公斤瘦到54公斤。宝莲慕斯带我去台北五分埔帮我买漂亮的衣服，和我的生日时候送我一副耳环当我的生日礼，带我去买高跟鞋教我怎么穿衣服才会好看，教我化妆。宝莲慕斯每次回台湾都会带很多的名牌衣服和送3个 Coach 包，珍珠项链、珍珠项链、珍珠耳环、玉佩饰品、眼镜、化妆品、面膜、名牌香水、很多项链、首饰、手链、饰品、耳环给我，以及牧师会带我去剪头发、染头发，教我去洗牙齿，把牙齿白白漂亮。结果我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全部相亲，总共800位男生，并且投资自己高铁来回车程，来回一次3000，4年的车程花费29万车程费。我去台北纹眉和补色1年花费3万，纹眉4年总共花费12万。结果我自己太不争气又太挑，没有把自己嫁出去。2019年220万没有卖掉的老房子，1年之后高价卖出330万。2019年在宝林牧师的先知启示帮助下，原本不会用电脑设备，宝林牧师付钱找了很多老师让我学习，例如 AI 的老师、 Photoshop 网站架设老师，学会了电脑技能 Photoshop、 AI、 Office 系统、打字、编排、排稿、印制书籍、文书处理、影片剪辑，以及自己找老师学习，另外花费技术费用10万元。民国110年时，我收到了国税局的缴款单，60万元5411元。阿贝拿着我的名字没有缴税，没缴税的我账户会被查冻结，我的房子会被法拍，我身上没有钱。我问了台南、高雄、台中的律师，律师说我的案子没，就等着被关或者是被冻结查封，每个律师都说没救。宝莲牧师说只能求神救我。我每天哭，每天进食祷告披麻蒙灰，最后在30天后透过介绍，台中有一位律师说我的案子有救。2019年我阿伯要我去补习班做他的员工，阿伯给我的薪水1个月35000，附上薪水证明，每个月我要支付家里的费用和我在外的住宿水电费用，每个月要支出45000元，每个月短缺10000，1年短缺12万。再去阿北补习班上班期间，总共有2次车祸要赔款，身上之前存的钱全部都赔光，在补习班没有完成1年的训练把技术学好，很没有用的我还被补习班赶出来，做不到1年我阿伯就把我开除。我和阿伯说我想做满1年，他不让我做，我是非自愿离职。之后想要和政府申请是失业补助，政府发函文说我阿伯说我是自愿离职，不能申请失业补助，请各位看附上文件证明。毕业之后我阿伯要求我让他做补习班的负责人，我爸被关打官司的100万也是我阿伯付的。我爸被关的证明文件，我需要还阿伯人情，还不了100万的官司费，要用我的名字让我阿伯做负责人7年。离开补习班后，收到国税局罚单，阿伯没有缴税，我收到国税局罚单，附上国税局的证明跟存证信函。
我给我阿伯挂人头当负责人七年，赚了一间房产4000万，附上建物照片和一间房地产的房产6000万及每年几百万的现金流证明，还不付60万的罚款，我被罚60万。我和阿伯女儿和家族的对话证明文件，我身上没有钱，还要请律师帮我处理这件事，没有缴费，所有的信用都会被查封，以及被关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现有的工作也会没有被公司开除，我只能去借信贷出来缴律师费用，包含找律师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来回的车资费用，找律师写状子也要和公司请假扣钱，费用花掉10万，要付律师费用打官司，因为我阿伯不去缴60万，请各位看我附上存真信函的文件证明，因为去台中处理我阿伯的官司问题，我每天从台南到台中，这样开车一直和公司请假，我的工作也被迫离职，我没有钱。保林牧师说，这只有披麻蒙灰进食祷告求神帮助。我开始再次做保林牧师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课程40天，以及看到天使画出来，在保林牧师的辅导之下做出天使图册出书，将马杜纳多的特惠影片的讲道达成文字。做完保林牧师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40天后，阿伯就去国税局缴清了60万元的罚款。感谢神帮助我挪开60万元的债务，不用被关。保林牧师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课程真的很微，我所奉献的钱也因着我2年没工作，在牧师的帮助下，所有的钱全部都返还给我了。牧师没有欠我，是我欠牧师，我欠牧师太多。到现在我从小就开始更会附上更会的证明文件，每个月都会存钱2万到3万给会头，以维持我家族生活费。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在我的生日当天以我的名义去和会头拿走了144400，以及我的母亲都会拿我的汇钱花费。买他的摩托车、沙发、妈妈洗肾，一个月需要吃5000的药品。没吃的话，血管会硬化和其他花费等。我身上没有现金存款，我只好从信贷里面支出所有费用。在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进食祷告的课程期间，我容貌变美，嘴巴变小，一秒长出1/3的发量，皮肤变得更好，脸变小。保林牧师有看到我的意向，穿空姐的制服。之后我去台北参加报名空姐考试，身高美仪有通过，并在台北车资住宿报名费用花费10万。在我参加报名空姐时，在保明牧师的祷告下，我脚掌长了3公分，手掌长了1.3公分，有特惠影片可以见证。最后因为我的英文不好，曾经没有通过，没有考上空姐，我很失败。2019年，保林牧师辅导我去找直播工作，学会做直播的技能。保林牧师也辅导我开自己的直播平台，进货卖衣服。保林牧师还拿自己的二手衣服给我卖，以及带我去浴市场看怎么卖浴，教我在直播间卖浴饰品。二手衣服卖掉之后，教导我怎么进货卖衣服才会赚钱。刚开始我卖的时候，直播业绩翻涨，从无人到有粉丝，2天之内卖可以卖掉将近200件服饰，会有基督徒人来买衣服。9月份直播业绩突破将近4倍，也有在直播赚到钱。之后找工作也因为有直播卖衣服的经验，很容易找到直播的工作。保林牧师有先知预言说要学会直播的工作，之后我会靠着直播吃饭，
果然之后的工作都有直播的经验，很好找工作。这一切的神机骑士和荣耀都归给神。我因为品格不好，不动头脑，工作被我搞砸。从阿北的补习班离开后找不到工作，又因为阿北告我的官司问题，每个月要缴信用贷款，每个月短缺42000。找不到工作，最后住在英姐的建堂二楼顾生的店，和蟑螂、蚂蚁、蜘蛛睡了3个月，再继续做披麻蒙会认罪悔改祷告。神的恩典下来以前，主管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要不要回去上班。宝林牧师说看神开门了。宝林牧师就在2020年5月预言，让我原本是女工的基层人员跳跃至白领办公室人员，让我一开始面试就先和面试人员说我会的电脑技能，之后办公室有缺名额会让我去。就像宝林牧师说，公司找我去做白领办公室人员，以及宝林牧师找老师让我补习 ERP 的课程，因为没有考证照，公司会将我开除。在 ERP 的补习花费车资及补习费25000，以及考 ERP 的证照前一天，宝林牧师先知预言启示说，神要从前面读到后面3次，再从后面读到前面3次就会考过。宝林牧师说我不能睡觉，要熬夜读。当天考试成绩马上公布，考上 ERP 生产管理应用师的证照，果真如宝林牧师说的，考试顺利通过拿到证照。因为脑筋不会动，头脑笨拙，人际关系不好，再从白领办公室人员被赶到女工蓝领基层人员，最后被公司开除了，没有收入，加上我没有动头脑，阿伯骗我去签名，把所有的补习班7年的税金责任归属给我，之后不知道又会在哪一年又收到国税局的罚款，我真的是太笨。2022年9月，在宝林牧师的介绍到律师事务所工作，老板提供住宿，没有洗澡的地方，在外面洗澡一个月要付1500，一个月薪水30000，每个月需要支出42000。我从这一开始就没奉献给学校，还要让宝林牧师让我做主工，补贴我的生活费，一年短缺14000。在学校做主工，宝林牧师都有补贴我做主工的费用。宝林牧师的预言帮助下，我在律师事务所做调解员，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和法律知识。因为品格不好，脑筋不会动，没有听话，完全没有学会律师的法条，没办法胜任律师助理的工作。3个月做完就被开除，离开律师事务所正职人员工作，变成 PT 的工作。我非常感谢基督超自然学校宝林牧师先知启示的辅导，用2022年宝林牧师的预言帮助下，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透天的。宝林牧师看我可怜，怜悯我，我不会装修房屋。宝林牧师来台湾，一步一步的教我怎么擦油漆，怎么磨瓷砖楼梯才会发光，怎么做厕所窗户、做窗帘、装冷气、做墙壁、选瓷砖，学习和水泥师傅和水电师傅沟通。因为买房子，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存款，宝林牧师每个月都补贴5000元的房租给我。因为我不听宝林牧师的话，没有用最便宜的方式去装潢房子，再加上我自己也不会装潢房子，油漆重复花费3次费用，我浪费了30000，以及购买冷气、热水器、拉水电和水泥，已经将费用全部花完。结果现在我的房子油漆还是没有完成。宝林牧师有劝我不要做地板，用最便宜的方式装潢地板，和把窗户漏水的问题先处理。宝林牧师有贴链接给我影片怎么做，我没有听话，结果一堆臭虫从外面飞进来。宝林牧师陪我用窗户，还被臭虫用的整个头发都是，我真的很悖逆，很对不起神和宝林牧师的劝导。
2024年5月24日，子宫系统得医治，皮肤变得更好，双脚更有力气。宝林牧师付钱找老师，让我学会了架设网站和网络行销，以及介绍姐妹给我做两个网站，8万元。每次回台湾，牧师都带我去做主工特会时，在外面的住宿和餐费、车费都是宝林牧师付款。我在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一出车祸，附上车祸照片和调解文件。因为出车祸这4年，我背逆不顺服神和宝林牧师，对自己的事情都无所谓、没有关系的态度，导致我的头脑和木头一样，没有在思考，没有在动，常常让自己身处在危险处。每一次都是牧师救我。开车的时候我睡着，导致我的车祸撞到对向来车，我再去撞对向车道的树。救护人员和警察到现场都以为我死掉，我真的差点在这场车祸中死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活下来。车子都毁掉了，我的人还活着，我全身上下神经都在痛。我确定自己残废了，没办法做劳力的工作。出车祸躺在床上2个礼拜都不能动的时候，也不能工作。我看医生和吃药，前及车祸报废花费掉的车祸理赔，对方花掉10万，附上调解判决的文件。宝林牧师怕我突然休克死掉，每天打电话给我关心我。在美国买了快10000块可以恢复坐骨神经的药品，可以减少身体疼痛12000的仪器给我用。在出车祸前，宝林牧师手把手在润的会议室说要投哪一间公司履历表，录取一间公司，直播时间弹性自由安排，1个月月薪40000，业绩另外算，然后老板免费提供员工宿舍住宿，车资费用公司也提供保障，以及在台中的老板愿意给我一台摩托车让我代步上班，愿意让我在台中固定上班2天，免费提供员工宿舍，车资费用也提供保障。这4年中，宝林牧师都辅导我、帮助我找工作，以及教我怎么做直播才会有人气和业绩，从不会谈判调解到会。宝林牧师先知启示预言，让我保住这份工作。老板在2023年1月30日同意让我全职正式员工，可是我在2月份的时候还是把自己的工作搞砸，在直播的时候讲错话被卫生局告，直播老板把我开除，也因为神的恩典我没有被告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只做了1个月的工作，因着基督超自然学校宝林牧师的先知启示帮助下，竟然还领到83000元。我没有奉献给神，已经经历了4次搞砸，4次工作都是因为品格不好，4次的工作都没有，因为都是因为不顺服神和不听牧师的话，搞砸了4次工作。我在2023年2月份薪水总共领到83000，等于多领了2个多月的薪资。我没有奉献给学校，我已经2年没有奉献给学校。2023年非常感谢宝林牧师的先知启示预言，让我去菜市场摆摊做直播，附上菜市场的直播照片。神的恩典让我在菜市场的直播有直播客人下单，以及现场客人下单要买一整箱的商品，还有客人预约下周要来菜市场取货，让我在菜市场赚到钱。非常感谢宝林牧师的先知启示。2023年2月份当月同时有3份工作，律师楼做调解，卖房子做文书工作以及调解，卖房子的老板提供住宿和摩托车让我使用，以及直播盲盒公司附上直播的照片做直播卖衣服。2023年宝林牧师先知预言辅导我开立公司，
一级辅导我申请贩售医疗器材的执照，附上执照。2023年3月11号，卫生局来家里视察，卫生局说7到10天后贩售医疗器材的执照就下来了，要把执照挂在墙上就可以贩售医疗器材，当自营商。这一切的神机启示和荣耀都归给神。2023年4月份，宝林牧师说，因为我在学校工作一个月，学校会给我42000，让我可以支付每个月开销。加上我在2019年到2023年，我只要有做学校的影片海报，宝林牧师都会给我工钱，每一次都是好几千块。宝林牧师每个月都有补贴我5000元。到现在2024年，我只要做学校的影片和海报，宝林牧师都有给我工钱。是我对不起神，对不起宝林牧师，我还道歉学校钱。我没有奉献还要牧师补贴我，我道歉神的钱。我进去当兵后，我要奉献给一半，还要还神钱，把欠神的钱还清。2023年5月份，我非常感谢宝林牧师出钱安排我到美国2周，附上美国的机票。刚进美国领土，移民局问我怎么可能在美国，身上只带600美金，身上没有现金，也是宝林牧师给我现金。因身上只带600美金，被移民署扣留3个小时。感谢神让移民局给我顺利通关。宝林牧师安排我住在一位中医师的娘的家里，中医师娘还帮我整骨，我身体变好很多。身体本来很冷，别人穿外套长袖，我在美国被神医治，穿短袖上衣还觉得很热。卵巢被神更新医治，住在这里，中医师娘包吃包住，之后几天住在廖姿姐家里。很感谢廖姐，也很照顾我，带我去他们的教会祷告。在美国去了很多教会，挤跪在教会门口祷告。原本残废的身体从美国回台后被神医治卵巢和腰。回国后，宝林牧师有感动我考职业军人，报名和考试只有3天，报名的资料也非常的顺利，读书只有一个晚上。考试前3小时，宝林牧师打电话给我说，神会给你的就会很顺利的通过考试，题目完全不会。果然像宝林牧师的预言，高分考上125职业军人。参加口试面试时，宝林牧师说要穿着空姐的面试的白色衬衫和裙子。果然口试面试很快速顺利完成面试，就如同宝林牧师预言所说的，今年的考试不用跑步，也不用考国英数学物理化学。职业军人超过32岁就不能再报名当兵，刚好我今年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这份工作可以做到58岁。一切的神迹奇事和荣耀都归给神。2023年6月份，宝林牧师介绍一份剪辑的工作，一个月薪水45000。因为我能力不好，只做一个月，动作太慢。因为我小时候被断定是自闭症，再加上我在做作业员的工作，无法正常与人沟通，没办法听得懂这世界的人在跟我表达的意思。牧师都一步一步教导我，我自己的头脑太有自己的想法，听不进去宝林牧师和在跟我劝导的话，很常没有听牧师的话，所以很多工作都搞丢，是我自己忤逆、玩梗、骄傲。宝林牧师帮我都会成功，我自己都不会成功。做错事情不会改变行为，还会再犯错，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没办法找到适合我的工作。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去当兵，做铁饭碗的工作。本人我特别在此声明，因由廖哥和慧姐音节事件让我很警醒，我特别拍影片说明，避免将来有人来追溯我这些风险。外人请勿打扰宝林牧师，请勿乱说话，我要做有感恩的心的人。神给我的恩典
和钱，这五年多过于这些。我这条命是保林牧师和神保我活下来的，不然我的官司问题要被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以及我在车祸的时候就死掉。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恩典让我活下来，我特别录影声明这件事，我自己出于自愿自愿录影和自身声明这件事，没有人强迫我，因为我还道歉神前，是我亏欠了基督超自然学校的栽培。保林牧师请了很多的老师教导我的电脑技能，以及买了一台5万元的桌上型电脑，补助了我18000元的一台笔记型电脑给我，是我道歉基督超自然学校钱。因为有房子，所以我现在身上没有现金存款，是我欠学校太多太多，我欠下多过于学校对我的栽培。保林牧师还付钱找很多老师让我学习 AI Photoshop 网站架设。2023年出车祸后，我就没办法工作。2023年8月。粉完成了保林牧师著作的烧化剂除罪印出来，感谢神医治我的坐骨神经疼痛。出车祸后坐着站着穿高跟鞋腰都会痛，现在真的连穿高跟鞋腰完全都不会痛了，也非常感谢萱姐的帮助，帮忙做学校的事工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保林牧师和保林牧师的辅导和帮助。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不能忘记神的恩典，请勿造谣诋毁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。非常感谢基督超自然学校，非常感谢披麻蒙灰教会，非常感谢神，非常感谢主耶稣。